主席，啊，咱兄弟，咱姑娘的，咱客户今天来着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江苏的黑公司店，咱领导亚马苏，咱各位亚马苏的主笔，下午请出，来跟咱各位今天大家进行学习的这个经验。那或许毋知影讲，吼，咱在座的各位亲戚，咱较知影，伫咱今年1月7日开始，伫咱爱上办一个活动，这个活动是啥物？叫做弥勒家园。什么是弥勒家园？这个弥勒家园呢，是针对着咱65岁以上的老菩萨，65岁以上的老菩萨，做一个居家的照顾，照顾。那为什么呢？咱点啊师，咱领导点啊师会有这个逻辑，想要来办这个活动？其实伫早年呢，咱点啊师就一直希望讲，伫咱永远道内底，咱会有一个，护老菩萨，伫遮养老的这个，一个所在，就是咱的人来讲来讲日照，日照。那为什么咱的领导平安师伊会想要办这个活动？因为伊感受到伫咱道场中，咱一寡老菩萨一直落来对伫道场一心奉献，帮咱伫个来讲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一路来为着咱的道母，为着咱的照顾咱的道亲，亲上体下来伫咧帮这个道母，是即嘛年会有啊，年会有啊，有当时啊虽然讲是含珠露大，珠露若是无亲口的佫袂晓讲要安怎珠塑身来互咱的老菩萨。有闲的老菩萨，佫甚至讲伊着爱安怎家己带，家己带，80岁啊，80岁啊要住袂晓住，有闲佫唔爱住啊，着安怎着凊彩食，或许其实曾经伫咱迄落伫电话师交代讲，咱爱去关心咱工作的即、這个咱的咱的情形。那或许去访亲的时阵，看到啥？看到咱家老菩萨。我去的时阵干那一碗树枝食一顿饭。我甲伊讲，今仔日无煮菜，伊讲分大煮啊啦，食到啊啦，莫搁变啊啦。一碗树枝安尼配一顿的。那或许嘛，看到讲咱的老菩萨一碗饼，或者是讲一碗菜，菜着咱凊彩落落的。甚至嘛，有迄老菩萨，伊伫饭内底，甲伊今仔日要配的菜，拢落伫饭内底用煮的。或许伊甲伊放伫个桌仔顶，我叫计是迄是喷的，讲迄喷放到桌仔顶，伊也讲啥物是喷的，这是我下昼要食的饭呢。我真是，或许看到即个情形，我拢会做心痛，会做心痛，是安怎？因为老菩萨是无病，无人通照顾，无人通照顾，所以讲，咱即届，咱领导点啊师，伊会有即个逻辑，想要办即个弥勒家园，非常的感动，非常的感恩，非常的感恩，所以吼，佛法真的尽心尽力，来咧鼓励佛法即组的老菩萨。目前菩萨这组的老菩萨有5位参加，或许也会再次来鼓励还没有进入弥勒家园的咱的士大人，或许拢安尼甲菩萨这组的老菩萨讲你一定爱明白咱这个弥勒家，为啥物？因为咱听到
老菩萨就是护法的爸爸啊，啊，坤德就是护法的妈妈。但是护法有这么多爸爸妈妈，我做一个小组长的，我想讲照顾会到。啊，你若讲吼，食无好，穿无好，护法敢会心安？不会呢，吼、哦，也未心安，也未快乐呢。那因为伊有咱靠近，上无法甲恁接应来面就加分，做过咱入面就加分，互恁会当有心，甲心一个安顿，互他嘛开当安心呢。那么咱即个要入面就加分吼，也有条件呢，靠近前。哦，咱台湾是慈悲啦，吼、哦，光不是讲吼，咱慈悲就要照顾咱亲口的老菩萨。但是吼，伊、哦、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比如讲吼，一对阿公啊，一对夫妻，那若是讲吼，咱昏倒的老菩萨伫亲口，啊，伊先生无亲口，啊，这个时阵，咱甲昏倒的老菩萨接入来，啊，咱天道的老菩，天道的老菩萨，伊无亲口，啊，拄啊昏倒老菩萨入来的时阵，啊，伊先生咧食啥物？即是讲咱天德老菩萨有亲口，啊，因太太无亲口，啊，如果讲咱干呐甲即个亲口的老菩萨接入来，啊，因太太要讲啥物？啊，点嘛是去考虑即个问题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咱点嘛师嘛非常的慈悲，讲若是安尼吼，只要夫妻内底有一位吼、哦、有亲口，啊，搁65岁，伊礼拜呢，伊就会甲咱甲伊的德行。来扶持伊的翁婿，或者是伊的翁婿来扶持伊的太太，做伙进入咱的婚姻家庭。礼拜正真正做好呢，咱一礼拜有几工？为拜一到拜五，下早啊8:30，吼到下晡5点，啊咱就是中昼伫遮用餐，吼啊伊妈妈伫遮用餐，吼真长。感觉真长，感觉真侪费用，感觉，嘿，真长偌济，哦，啊一工，啊偌济，100块，哦，啊咱二楼阁有环境呢，中昼会当伫遐休困哦，一工100块，啊好选迄工吼，着甲伊算看讲，吼咱今仔日连菜，吼今仔日咱的幕后工程，咱厨房的咱的材料，伊甲咱准备的菜有几项。我哈安尼算算多啊，8项菜，1项汤，3项水果。各位，谢谢我们热烈为我们厨房的大的谢谢，真的很有心诶、欸。那你处理到哪吃吃喝？有无？无啦，我哈这少年人，那你处理讲3项菜，啊1项汤。无简单啊，就是讲骨力型的哦。但是咱的浅显易，听听讲，恁老婆三礼拜到咱的道场，吼、哦，营养无够，食无素食，食袂饱，食无够营养。哇、哦，咱的浅显啊，会煮，尽量煮，啊，互我甲你算算来8项菜啦、啊。各位浅显，真的是，咱今仔刚闻到，咱今仔咱有这个道场。哦，有这个道场哦，我选去咱去土生，哦，去邀请咱大墩咱土生土太太，啊，去甲伊邀请入来咱的弥勒家园的时阵呢，迄个媳妇少年土太太，伊就甲我讲哦，咦，我甲阮记了讲哦，人阮一贯道，人一贯道的道场，我办这个弥勒家园来照顾这个佛教，来照顾这个老菩萨，一工才100块尔呢，哦，伊记了迄吼，还有一个讲吼啊。爸啊，和阿婆啊，阿婆啊，伊无亲口，啊，伊就甲讲，甲婆太太讲，讲，甲伊就爱甲我问啦。问讲，阮嘛要来，敢袂使？各位亲戚，咱今仔办这灵教，是针对啥？针对咱的老菩萨，哦，针对咱道中的老菩萨。为啥物咱要照顾伊？是因为咱的老菩萨一路来为咱道中牺牲奉献。那么咱今仔日所办的这个弥勒家园，就是要安那，要展现着咱道场的伦常，实践咱修慧办道的精神。啊，所以讲，不是咱老菩萨来，拢把咱放伫遮哦。咱有一
一个啥弥勒团队，咱弥勒团队力量非常的坚坚强，咱有真侪的年轻的老菩萨，甲咱老菩萨，啊那来甲咱关心，来甲咱照顾。或许哈，啊，看到咱家年轻老菩萨，他们可以有，他们很有朝气哦。哦，当然啦，哦，哎呀，你讲的实在有够多啦。或许刚刚讲，哦，咱电话师傅吼，我半点钟是来半点钟无够，那会当你讲吼，爱办一个直播会。哦，请咱家弥勒团队，咱家年轻的前线呢，起来甲咱分享讲，吼，咱伫这段时间来，咱的感受。我们的感受，人讲吼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啊，咱伫这段时间，咱安怎伫吼爱和老菩萨互动的这个吼、哦、这个心得，哦、相信讲咱的后辈，咱的这个人才拢会有感受。好，我们先来看我们咱这两礼拜来，哦，咱老菩萨伫咱的弥勒宫，因安那因生活的这个情景，好，我们请。去年请柬来跟各位请柬，哦，把这个压平帮我们看。一开始啦，哦，透早咱八点半来的时阵，咱在做啥物？做运动，哦，做体操，哦，咱是有拢有啊啦，有一寡活动的哦，不是讲吼为着要食这两顿，看来这个运动，你再加一间哦，好，各位请注意看啊。这个是咱的弥勒家园。我看到我们一点麻师在鼓励我们，这是我们带领来过去来学弥勒之经。啊，咱这吼，这有无有啊？中间有一个卖油啊，这个卖油啊就是一个稍微一个小广告，但是其他卖油啊不是哦，有一些活动哦，哈。收到伊个。注意看，咱弥勒家园的老菩萨有没有在里面？
是咱这两礼拜来，咱弥勒加弥勒菩萨，伫咱爱上分的哦，生活的经验，有好无？有啊，哦，足好啊，真正是足好啊，哦，而且呢，咱一个月加2000元啊。不学吼，你刚听到咱一个哦，曾太太伊安尼讲，讲咱义理啦，吼，讲咱附近的义理啦，伊伫咱下面嘛有咧办这个灵桥，啊，伊就是拜因到礼拜，啊，一个月偌济，一万块，啊，你看看哦，咱弥勒加园，吼，所办的虽是一礼拜拜一到拜五，但是安那干那2000元，哦，所以讲咱办这个弥勒加园。绝对不是为着要赚钱，吼、哦，是要为着要赚钱哦，是真正讲究着讲吼，要予咱老菩萨有一个安顿的所在。或许呐，即咱的哦弥勒家人的老菩萨讲，这有够好个啦，因为安那第一以前伫厝里吼，无人分煮互咱食，啊我爱家己煮，啊搁分外煮，啊一项咸，吼若煮了上外卡，食两工。伫个食，啊，着一项药，哦，食三顿。啊，嘛有人安尼讲讲吼，拢毋知要去底找人讲话啦。咱要去找人，人无伫个上班咧上班，吼、哦，啊，有个人嘛无银行陪咱，啊，所以讲有卡行无路，有卡行无路呢。各位亲戚，咱即有即个弥勒家园，吼、哦，有即个弥勒家园来伫遮。咱大家做伙伫遮安尼学习，啊做伙成长，吼啊！伫遮，咱拄只电影片内底，咱有看到啥？看到讲吼，咱个吼，咱个即后辈，后辈甲咱个前贤写啥？写毛笔字。哦，各位老菩萨，你有偌久无摕毛笔起来写字啊？迄字真好嘞，甲咱写毛笔字，吼啊，学咱学画图，学咱画图，学咱去创意讲吼，我想要画啥物？甚至好学，伊刚看到咱个阿尊组长吼，哇，有够厉害个，迄个 idea 有够好个，伊家老菩萨讲，来咱来画花，画花啦，画鸟啊，画日头，吼、哦、啊，咱个日照老菩萨真正画起来，每一个人个创意都不一样，画起来吼，咱阿尊组长哥吼，有够自卑个，大家拢100分，啊，好学就传互伊吼，因为好学个即组个老菩萨。输入有通互客，就甲伊写入来，啊，互我着甲伊吼，甲伊爸爸妈妈，伫咱吼，伊着讲，生活诶经验传互伊，很多很感恩，有够感动诶啦。吼，啊，咱搁有教啥？教咱做啊，做馒头。吼，互客听着讲，咱诶前生讲，我们食80几岁啊，从来拢毋捌做过馒头，原来要做馒头，爱搁拉米粉。各位亲戚，做
出来，哦，这就是馒头啊。啊，伊毋知影讲吼，吼、哦，要做一粒馒头，着爱经过烂咧。这嘛是经过切切剁剁哦，吼、哦，安怎啊啊，互伊发，啊做出来吼，家己吃面，家己做个馒头，比外口伊更较好吃。佮咱呾包水饺，吼、哦，佮咱包水饺，啊会再来互咱运动。哦啊，咱个前线啊，我啊，我运动无够，你看佫有大现金，有咱伫咱吼，有咱个年轻个吼，个人才呢，慢慢做伙伫遐，安尼互咱赚钱。或许吼，咱即个，咱即个吼，可能江春枝老婆在伊阿伊讲个，伊讲吼，伊先生迄阵啊无来伊教个时阵，因为吼张妹妹身体无好，啊所以讲吼，拢规工都在困，啊无倒伫眠床伫个困。就是坐伫椅仔边，有有讲规工拢伫咧困。但是自从咱礼拜咱个伊就加长了后，虽然是两礼拜尔哦，食食好，啊困敢有困好？嗯嗯。好浅显，我甲你保证，比咱兜搁较舒适。哦，棉被是非常的温暖呢。嗯嗯。啊，咱遮个清洁搁是真好哦。哦，食食好，困也困好。佫有无有人陪咱白白运动？啊，所以讲咱白白虽然来咱娱乐家园两礼拜尔，确实拢好起来呢。头前吼虽然讲是也爱死阿婆啊要行路，安尼那个步步难行哦。但是呢，这两礼拜来吼，这个咱白白伊家己吼，咱个咱太太咱家己办的，啊，互伊安尼行安尼行。伊讲伊脚吼变重两厉害。所以讲吼，咱医疗家园，这是一个真好的家庭。咱阿袂只是咱医疗家园的老菩萨，这是咱的机会呢，嘛是咱的资格呢。哦，今仔日咯，咱若是咱一贯道的地主，咱若是亲口的老菩萨，咱敢会当对吧？会当啊，因为咱毋是为着要照顾普天下的众生，咱是为着要照顾咱。道场中的亲口老菩萨，哦，啊，所以讲这就是咱的福报，咱一定爱好好啊把握，哦，啊，咱拄只做那个啥，咱伫遮买当行棋，哦，行象棋，哦，跳棋，这拢会使哦。有真侪活动，拢是咱年轻的前贤用心，哦，伫七月伫个想讲要安怎来给老菩萨，当来伫遮得到啥？咱看到咱的基督前线呐吼，他用心良苦啊，一直在想讲，我伫向咱的老菩萨分享啥物故事，家境老家，伫啊人伫想遐以前吼，我叫过的遐因果的故事，来甲咱各位前线分享。哦，那伫咱这个弥勒家庭内底吼，或许有邀请咱一个前线，要来甲咱分享，伫弥勒，伫咱弥勒家庭这段时间。来一家生活的情景，那各位亲戚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哦，来，阿修美，欢迎阿修美，这是欢喜做老菩萨啦，阿修美来咱的礼堂，礼拜，哦，刚是真济哦，爱在甲咱分享哦，欢迎，真的，我是就是新疆的，也都很喜欢，欢迎。你说的哪破病啊？啊，就为我这小病，小病比我严重，不叫我化解了。哦，对。啊，可以，不仅我是欠我的啊，一年来过，过耽误的啦，因为我欠还是十万钱的，伊让他轻轻把人过把，把人，一年回家，我那边的钱，把钱还了。但是我刚割下这刀呢，那过去刀呢，啊，我那比上下来的呢，啊，我过去时呢，我那比老王的改刀，我还学过啊，啊，我刚下了这个，连掉刚下这个平淡平易了，把这个理解他，一边修一边理解他，连掉这明星啊，我都要回来了，那我喜欢干的怎么样？爱好，好一个好命啦，好好命，好好运啦，安尼。啊，第二点是感谢这几工啊，这几工大家都服务我，比咱实地，较
说吼，主家咱家乡主席，后面接头的名额，你来去管一下，对啦。伊个工作有通配合就对啦，这是我感谢起来的。啊，我未来要甲我要过一个感受，我咱家的五六岁，足好个对啦，好安怎哩？你钓过无？我讲我做笑话了，过无？像伊搞个比喻啦。啊啊，做来咱家这。
伊也会知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较受着来伫咱弥勒家非常的好，吼、哦，咱拄则咱和尚伯也讲来讲养老院啦，吼，嘛无咱遮遮尔啊舒适嘞，吼、哦，咱去养老院啦，嘛无一定有住宿舍的呢，拄啊遮尔啊澎湃，互咱遮呢，啊，而且呢，嘛无有积分，吼、哦，咱遮出入而且甲咱照顾，啊，所以讲各位亲贤，这就是咱的福报，就是咱的福利。咱一定爱好好咱珍惜，吼、哦！会当来咱弥勒家园的老菩萨，咱一定爱用用，因为这嘛无袂讲要爱，吼、哦，无护足济位啦，吼、哦，无袂当讲有足济老菩萨来伫遮啦，因为咱的房间嘛有限，咱中昼伫遮休困，吼、哦，中昼伫遮休困，嘛无讲足济房间，所以讲吼人数袂有足济，啊，有一点，吼、哦，咱亲戚甲我问讲，啊，哥哥，我今仔日吼，我要去门诊。啊，我袂当来，要安怎？哦，或许甲伊讲吼，你只要甲咱个而且服务个即个志工讲一下，讲阮要去迄落提药啦，啊是有啥代志袂当来，安尼讲一下，咱较袂了了看。或者是讲我临时有代志，我要出去，吼、哦，我要去诊所提药啦，啊，甲志工讲一下就会使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各位亲戚，即、這个所在，哦，是咱老好认为所在，咱不但来到佛堂，会当接受着佛公个普照。咱搁会当互咱来照顾，甲咱照顾，甲咱关心，来好好来安顿咱未来的路，吼、哦，安顿咱的身心。啊，所以讲，有这些，有这个机会，咱一定爱进入咱的弥勒家园。那后续就甲各位亲贤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各位亲贤慈悲，感恩。大众持喜力。感谢因果师长慈悲显道公，福道公，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的老师。好，接下来时间呢是休息时间，那就录到10点。